觉得很毛毛的。它有一根棍子在后面。不要拿道具进来，我拿我自己准备的道具出来。由于他们即将登上小巨蛋表演了，小巨蛋非常的紧张，所以我们要帮你们训练你们的胆量。我们准备一个大型的恐怖箱，然后三位戴眼罩的小可爱们，你们要用手去感受。看到姐姐在哪里？我在这边。这个恐怖箱里面的东西出来哦，好，出来。玛利亚先摸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慢慢的品尝。来，大型恐怖箱开启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好可怕！上的东西，然后猜出这个物品。你有十秒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怎么了？我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要一个一个来，还是三位一起进攻你？你要一个一个，还是三个一起？是什么物品？不可以看哦。我觉得很毛毛的。它有一根棍子在后面。有吗？有。你要？有有，是那个打扫的金毛毯。对，那个电视的那个。确定答案吗？嗯。三二一，请说出答案。三二一，金毛毯子。金毛毯子。恭喜答对了。Yeah。眼罩可以拿下来了，有没有帮你们训练好胆量了？没有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有。等一下不要拿道具进来，我拿我自己准备的道具出来。没有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